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这个课程是程式设计 Visual Basic。 那同学在上学期学习的计算机概论这个课程，了解了原理、电脑的用途、未来的发展趋势之后，接下来呢学习如何使用程式语言的观念的逻辑概念啊，来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重点。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讲师的主题，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一讲。那我们来看讲授的主题呢，就是认识程式语言以 Visual Basic， 有主要呢有四个单元。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单元，温故知新。那各位同学在程式语言里面呢的种类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人类要与电脑沟通，命令电脑处理各种工作，需使用电脑所能认识的语言，称为程式语言 Programming Language。在电脑程式语言中，有些能被电脑直接执行的，譬如说机器语言，有些呢则必须经过转译程式 translator 转译后才能被执行的。那程式语言的种类甚多，以发展的世代来区分，可以分三个世代。第一个，第一世代就是低阶语言，就也就是机器语言了。第二世代还是低阶语言，但是它是组合语言。第三阶段已经用高阶语言的 high level language 的方式好来处理的。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代的机器语言呢，电脑只认识二进位的0与1数字，以0与1所撰写的机器语言不用转译就可以直接执行，所以执行效率呢非常的快，对使用者而言是最不容易学习的语言。好，譬如说0010101表示加法运算，00101101表示减法运算，所以学习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呢，我们刚刚说过它是不需要转译的，所以执行写了机器语言执行马上得到结果是速度最快效率最好的。第二代语言组合语言又称为符号语言，机器语言不容易学习，所以学者专家研发了组合语言，使用简单有意义的符号，譬如说 A 表示加，或者英文单字 AD 表示作为指令，代替机器语言表示的二进位指令码。但是呢，必须使用主义程式 Assembler 转译成机器语言才可以执行，也是一种比较接近机器语言的低阶语言。好，譬如说 MOVDL:VB 这个字元，把 VB 自串资料放在 DL 中，也就是说 DL 等于好 VB 这个字元。说 AD:AH:VH， 把 VH 的值加到 AH 中，也就是说 AH 等于 AH 加 VH。但是它必须透过转译程式哦，转译成机器语言才可以执行哦。所以使用组合语言所撰写的程式称为 source program 原始程式。原始程式电脑无法直接执行，需透过 assembler 主义程式好翻译成机器语言之后才可以执行的。好，譬如说我们使用组合语言的 aid， 好，因为它没有办法直接执行，透过 assembler 把它转译成机器语言0010101之后，就可以直接执行，产生我们所需要的结果了。好，对于初学者来讲也是很不方便哦，所以我们发展了高阶语言。高阶语言的主要一个特色是使用较接近日常生活的英文句型，以数学模式所组成，所以语法简单，比较适合初学者来学习。那高阶语言所撰写的程式呢，也电脑并不能直接执行，透过我们的 translator 转译程式转换成机器语言才可以执行哦，所以执行效率比较低。那 translator 的两个种类哈，就是高阶语言来讲，第一个叫 compiler 编译程式，第二个叫 interpreter 直译程式。我们先来看直译程式，比如说我所使用直译程式所写的原始程式码，透过直译程式就产生了结果，但是日后呢要执行，要重新再做我们的 interpreter。好，如果是 compiler 呢，方式不一样。我使用原始程式码，经过 compile 之后变成 object program 目的程式，目的程式再透过 linker 好连接，或者连接其他的程式库，就变成可执行档，好再入程式，马上可以执行，得到我们的结果。但是日后呢，就可以把执行这可执行档呢重新再入 loading 之后执行，就马上得到结果，不需要这种重新 compile 了。好，这是我们温故知新的第一个单元。第二个单元要介绍 Visual Basic 软体的一个特色。Visual Basic 2010版，就是在2010年上市，延续呢 U2 的传统，
使用新的开发环境，协助开发人员快速建立互动式的应用程式，就是 APP， 就 Application Program， 提供众多的新功能，可以轻松地将创意想法转换为强大的应用程式。微软公司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开发工具中提供了很多种语言，其中的一种叫 Visual Basic 2010，这些程式语言有相关程度的共通性，可是需要呢自行购买。好，那本课程是以 Visual Basic 2010 Express 中文版，我们简称 VB 2010，或者称为 VB 10第10版的，作为讲授的内容，为初学者或门外汉在 Windows 作业系统环境中开发视窗应用程式及网络应用程式最好的一个选择。那 Visual Basic 那个 Basic 的名称由来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它是 Beginners 初学者， All Purpose 多用途， Symbolic 符号， Instruction 指令 Code， 也就是说初学者多用途符号指令码，简称培技语言，非常适合初学者学习程式语言的入门语言。那我们的 Basic 之前又加上个 Visual Basic 2010，就是视觉化的培基，我们就简称 VB 2010。名称之所以使用 Visual 视觉化的这个字呢，主要来自于程式设计所使用的步骤，也就是说视觉化再加传统的 Basic， 就是我们现在的2010版的。好，那 Visual Basic 程式设计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设计使用者界面，就是 UI。怎么设计法呢？在工具箱 Toolbox 中选择所需要使用的控制项，或者我们称为物件 Object， 安排在表单上。好，那同学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地方是工具箱。好，那我们就可以呢选取某一个工具箱，把它推到表单上来。我们推两个 Button， 就是我们的按钮物件到表单上，这个就是我们设计使用者的界面。第二个步骤，设定表单及控制项的属性。我们可以在属性视窗里面对表单及控制项设定它的属性值。好，譬如说我想把第一个，好，我在属性视窗里面把表单的名称改一下，好好，譬如说好，或者是我们把按钮名称改一下，好像这个就是我们改变它的一个属性值了。第三个步骤是比较难的地方，前面两个部分呢，我们只要去工具箱安排完之后改变它的属性就好了。第三个我们要 coding 撰写程式，那撰写要处理事件程序 event procedure 或者是 general procedure 一般的程序的一个程式码。好，那现在同学看到的这个整合视窗环境呢，好，是首先呢我们在表单上有两个按钮，第一个按钮我们叫确定按钮，按两下，按这个确定按钮 button 按两下，既可以撰写程式码，安排按下确定钮之后所要处理的动作。好，你按下确定钮要做什么的动作呢？好，我们就可以自己来撰写了。好，那譬如说像这个地方，好，我们就是要撰写我们自己的程式了。好，这是第二个单元目标。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名词的解释。 Visual Basic 是我们的物件导向的程式语言，就是一个 Object Oriented 的一个 programming， OOP。 好，那 Visual Basic 程式的架构是由物件、属性、事件、事件程序及方法等所组成的，所以物件与程式之间是使用事件驱动的方式来执行。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物件。好，这个就是我们在安排 UI 的地方的使用者界面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好，这一个是我们的终极游戏的一个程式。好，那这个终极密码游戏程式，这个是表单的部分。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好，是标签控制项。好，1到50这个地方也是标签控制项，我们要输入一个数字，好，是文字方块控制项，我们要显示一些信息，告诉你你猜的数字太大或太小，这也是在标签控制项。那我们有三个按钮，就猜数字啦，继续结束，这是一个按钮，这些东西通通就是称为我们的物件。好，我们从刚刚的画面了解之后，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物件。物件是物件导向程式设计的基础，为一个存在的物体，一个独立具体的元件。所以我们刚刚在 Visual Basic 里面，表单、按钮、标签、文字方块，这些都是物件的。那提供给设计者直接来引用，不需要，也就不用再另外撰写程式，所以可以节省很多的
开发的实践。那物件构成有三要素，第一个叫 property 属性，第二个叫 event 事件，第三个是 method 是方法。好，我们就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属性 property， 用来描述我们物件，就像刚刚我们的标签控制项里面有终极密码游戏，好，还有它外观、行为或者颜色、形状等大小。好，第二个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刚刚 event 事件，已被定义完成可被物件所辨识的动作。譬如说，当使用者在文字方块控制下，我们键入的某一个数字，像刚刚键入17，那使用滑鼠好、这个按钮按下猜数字这个钮，就会发生此事件。你按下按这个钮去判断一下到底是太大还太小，所以呢，发生此事件之后，就会执行该事件所对应的程式码。好，这个程式码称为事件程序。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是一个方法。好，物件有提供方法才能具备这个功能。为了完成物件某一件事情或某一项目标，使用事先设计好的功能，我们称为方法。方法设计完成不能重新设定。譬如说，我想要清除文字方块的内容 ，textbox 1.clear， 我就把它清除掉。我想要表单隐藏 ，minimize hide， 表它隐藏起来了。好，那我们刚刚讲了这物件三要素，我们举一个例子，以电视是一个物件为例哦，有各种不同的形状的电视，有液晶啊、电浆、尺寸等这些属性的不同。当在电视遥控器按下电源开关的时候，会发射红外线打开电视，这个就是方法。当在电视遥控器按下12台，会在荧幕上显示华视的节目，这也就是事件。所以物件构成三要素，好，就属性、方法跟事件。那什么时候会产生 event 事件呢？我们分成两个，一个叫 user event， 使用者事件，由使用者发出动作驱动程式来执行。那常见的滑鼠的事件有按左钮一下的 click， 好，左钮两下 double click， 滑鼠被按住了 mouse down， 滑鼠被放开了 mouse up。 好，那键盘也有三种，按下键盘的 key down， 好，键入资源的 key press 跟放开键盘的 key up。 好，那这些呢是由 Visual Basic 软体借由发生事件来驱动我们程式的执行，这个程式执行是由我们使用者自己来撰写的，所以称为事件驱动。好，第二个是系统的事件，叫 System Event， 由系统内部所引起的事件，譬如说 Timer 计时器所产生的Time interval， 好，这个事件，即使时间已经到了，可能要处理了某一项事情的。好，那事件驱动它是怎么样来执行呢？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平常保持 idle 不动的，不断的会听取我们的信息序列 message queue 是否有事件发生。一有事件发生呢，先解码，好，到底是什么样的事件，是在哪一个物件上发生的。找到物件所发生的事件，执行所对应的程式码，就称为事件程序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第三个单元，使用 Visual Basic 软硬体的需求。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我们在安装或启动 Visual Basic 软体之前，一定要先介绍进入 Visual Basic 软体所需要的软硬体的需求。那我们同学必须在根据课本上我们的网址，好，去下载这个 Visual Basic 软体，好，然后才能呢，好，进入我们的 Visual Basic 来做。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硬体的需求 ，CPU 就 1.6GHz 或较快速的电脑都可以的。第二个，我们需要有彩色的萤幕，1280×1024或者较高的显示解析度的一个执行。好，第三个，主机体至少要 1GB 以上的。好。第四个呢，如果你要列印程式或资料，当然要有配备有印表机。接下来当然要有我们的 keyboard 跟 mouse， 硬碟 3GB 以上可以用的硬碟空间。好，软碟或者随身碟呢，好，我们是要备份你程式用的。那唯独光碟机 DVD-ROM 呢，倍数是越大越好，速度会越快的。好，16位元以上的音效卡，好，我们最好防止喇叭、麦克风等多媒体的设备可以播放好我们的多媒体。好，那是刚刚所介绍是硬体，现在是介绍软体的需求。
好，那第一个我们要有微软的 Windows XP SP3 或 Windows 7以上的中文版作业系统。好，那我们当然要安装我们的软体，一定要有微软的 Visual Basic 2010 Express 中文版。好，那刚刚软硬体的需求介绍完之后呢，接下来同学可能跃跃欲试，想要怎么样去启动或离开 Visual Basic 的方法了。首先我们第一个步骤在我们开始钮上面按一下。好，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程式里面我们要去找一下我们所用的软体。好，这已经安装好了 Microsoft 的 Visual Basic 2010 Express 版。好好，这是进入我们的 Visual Basic 的整合视窗。好，进入整合视窗呢，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起始网页里面。那起始网页里面可以按新增专案钮，或者按主功能表的档案选取新增专案，会显示新增专案的对话方块。好，这是我们的起始页。好，我们可以按这个地方新增专案，或者是主功能表里面按档案写按再按新增专案。好，我们就可以开启了我们刚刚的对话方块了。在新增专案里面，在已安装范本 Visual Basic 中选取 Windows Form 应用程式。那专案名称，好，它预设是 Windows Application 2，也就是说我们也已经有写过第一个程式的，我们把它更改名称2-2，按确定钮之后显示我们的起始视窗。好，在这个地方同学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已安装范本里面有 Visual Basic。 好，那我们在这个范本里面选 Windows Form 应用程式。好，那 Windows Form 应用程式就是我们有使用者界面的一个专案的方式。好，在这边地方预设名称 Windows Application 2。 好，我们把它改名称改成2-2之后按确定钮。好，这就显示我们的起始视窗了。好，接着这个步骤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起始视窗，我们就 IDE 的整合画面了。接着我们来介绍这个起始视窗的一个画面。好，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主功能表。好，这边是工具列，左边的地方就是工具箱 Toolbox 的一个视窗。好，中间就是我们的表单视窗，右上角的地方是方案总管视窗，右下角的地方是属性视窗。好好，这边好有旧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状态列，这是我们起始视窗好介绍的一个部分。还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 Control Box 控制项方块。好，这边有设计工具的窗格，当然可以拉表单，只有3个点，其他物件呢都有8个点的一个方式。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离开 Visual Basic 的方法。首先在我们的 IDE 整合视窗里面，控制项方块有一个关闭钮，就是打叉，我们看视窗关闭钮。第二种方式呢，按主功能表的档案选取呢结束，这是第二种方法。啊，其实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Auto 加 F4， 就是我们第三种方法。我们键盘上 Auto 加 F4 可以关闭任何在执行中的应用程式的。好，我们在离开这个 Visual Basic 软体呢，我们常见有这样的信息。当我们结束了 Visual Basic 软体的时候，当程式有编修过，但是呢你还没有存档，会显示关闭专案的对话方块，询问使用者是否要将目前所编制的方案档叫 solution 及呢 VV 专案有关系的点 VV 点这个内容程式要到底要储存或者是舍去。好，如果呢我们按储存钮的话，表示要将表单及专案存档进行存档的工作。如果我们按舍去钮呢，表示不存档，直接结束软体。好，如果我们按取消钮呢，取消存档或结束的动作，回到 Visual Basic 的软体。好，这是我们离开的时候为了确保好你辛辛苦苦的写的程式有没有储存起来。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常用视窗功能的简介。首先介绍标题列的部分。好，标题列我们看到2-2，这是方案名称，就是 solution。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控制项方块有3个按钮。好，我们最小化钮可以将我们的 Visual Basic 软体缩至最小，至于工作列。按最大化钮好可用呢，或者是还原钮好来恢复视窗的大小。好，关闭钮我们刚刚也介绍过了，可以离开
Visual Basic 的一个软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主功能表。主功能表呢，好，就是我们上面的好这一个功能。主功能表中总共提供九种功能。当然你要使用某一项功能的时候，只需移动滑鼠鼠标，好，到这个功能，好，按一下钮，或者呢，可以用键盘中 Auto 加上代表该功能的字母，好，括号内的英文字母。好，如果要使用答案功能，我们可以用 Auto 加上 F， 好，会产生我们答案下拉式的功能来供我们选取来做执行。好，接着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名词叫方案总管，管理方案中手入行中所有的专案 project 跟专案里面所有的元件，譬如说有表单以及程式所有相关的一个档案。在 VB 软体所设计的应用程式，在设计阶段时就称为一个方案，每一个方案由多个专案所组成，专案则是完成程式所需要的档案来组成。所以目前一开始都是一个方案一个专案，以后呢，我们当前比较复杂，是一个方案有多个专案来组成的。方案总管在我们视窗的右上方，如果找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好，我们可以按检视，这功能表检视，然后选取方案总管，就会开启方案总管这个视窗。好，我们一一的来解释一下。首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属性。好，第二个这个按钮呢，就是显示所有的档案。第三个按钮就是重新整理。第四个按钮就是检视我们的程式码。第五个按钮就是我们检视我们所安排在表单上的一些物件。好，那这个二至二呢，就专案名称。好，接下来看的 My Project。好，设定档案资料夹。Form.vb 呢，就是我们表单的一个名称。好，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 Property 的 Windows， 就是属性视窗。在视窗的右下方，在 Visual Basic 程式的每一个表单或者控制项都有一个属性视窗。我们有两种方式来设定它的值。第一个，可以在设计阶段属性视窗，好，也就是我们就可以在属性视窗里面设定，或者程式执行阶段呢，撰写我们的程式码来设定我们的这个属性值。好，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属性视窗。好，如果我们当我们看不到属性视窗的时候怎么办呢？可以按功能表的检视，选取属性视窗，好，就会开启我们的属性视窗了。好，譬如说这个属性是我们的表单，好，我们的标题文字就是我们的招呼程式了。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属性视窗。好，第一个就是按分类，好，我们总共有八大类。第二个按英文字母 A 到 E 显示出来。第三个就是我们来看我们的属性。第四个是事件。好，第五个是我们的属性页。好，左边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属性的清单。好，我们可以按下拉钮再选其他的一个物件。好，譬如说我们有讲过标签控制项显示文字的，输入的是我们的文字方块控制项等的。好，那这右边的地方是我们的属性值，我们把表单的标题文字设为什么呢？招呼程式。好，当我们设完之后呢，它执行的时候表单就显示招呼程式了。那这个我们的属性 text 的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呢？以控制项关联的文字就是我们的属性的一个说明。那我们要写程式码，那程式码在哪里写呢？程式码编辑视窗主要是用来显示及编辑程式码的地方。每一个表单档，好，副档名叫 VB 的，都有一个程式码的一个编辑视窗。好，这就是一个程式码的编辑视窗。好，那程式码的编辑视窗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我们看左边的地方是列别，右边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方法或我们的事件。好，当我们在表单空白处快按两下，就产生一个 form one load 的这个事件。那这个事件的程序呢，是由我们使用者自己根据你需要来撰写的。当我们在表单快按两下，这个程式码编辑会自动产生这个两列好的一个程式码的一个系数。刚刚老师讲，左边要列别方法，右叫物件名称。好，那是列别名称下拉钮是显示表单内所有的物件，好，控制项跟表单。
按下列表名称的下列，会显示下拉式清单，可以选择易编辑的列别。好，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建立的这些的列别。好，右边的地方是方法名称，又称为事件名称。好，那我们按一下，可以选择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件。根据列别方法下拉式清单所选取的物件，显示出所有事件清单供我们选取。当物件名称跟事件都选取完成的时候，程式码编辑就会显示物件好底线好这个我们的事件，就譬如说 form one 好底线 load 这样的一个事件。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表单 form。 视窗是 VB 软体在设计程式的时候用来规划使用者输入跟输出的界面，就是我们的 UI， 可以使用我们的工具箱的工具选取，然后要使用的控制项把它加入到表单里面。好，你就可以加入这个表单里面。好，接下来老师把今天所讲授的内容做一个重点整理。电脑程式语言分为低阶语言，有包括机器跟组合语言及高阶语言。机器语言是电脑硬体唯一能直接执行的语言，使用组合语言所撰写的程式必须透过主义程式 assembler 转译成机器语言才可以执行。使用高阶语言所撰写的程式有两种转译程式，一种叫直译程式，一种叫编译程式，转译后才可以执行的。 Visual Basic 是一个物件导向的程式语言，程式中用来表示各种事件的画面称为表单，也是一个收纳区。 Basic 的全名是 Beginners All Purpose Symbolic Instruction Code， 中文称为培基语言。将 VB 程式语言再设计一个方案，整理出三个阶段，分别是安排控制项、设计表单及控制项的属性，最后撰写程式。表单是物件导向呢，物件导向程式设计的基础。事件构成三要素，分别是属性、事件及方法。老师也用电视的方式来举例说明的。那属性是描述物件的外观跟行为，事件呢则为定义完成可被物件辨识的动作，那方法呢为执行物件所提供的一个功能。在属性视窗有三种方式来设定属性时，第一个使用键盘直接输入，比如说刚刚的招呼程式；第二使用滑鼠来直接键入；第三个呢在我们的交谈框里面来选取。下一个讲授我们要讲授的是 Visual Basic 程式设计新手上路。好，那单元目标有三个，第一个探讨在主控台应用程式撰写程式的步骤与实例，我们要举一个好，就招呼程式来做讲解。第二个呢，探讨在 Windows Form 应用程式撰写程式的步骤与实例，也仍然一样，我们写一个招呼程式，就是我们要来跟 Visual Basic say hello。那第三个呢，我们就讲解什么叫变数，好，会随程式执行而改变的；另外一种什么叫常数，不会随程式执行而改变的。好，这是我们这个讲次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在书上有附了一张我们的学习光碟，这一张学习光碟主要是在书中所有的范例呢都放在这个学习光碟里面，让同学在学习的不需要重新进入，只要呢安装完了我们的 Visual Basic 的软体。那这个 Visual Basic 安装的软体呢，老师也在第一章里面有介绍过它整个安装的步骤跟执行的过程。好，那同时呢安装完成之后就可以把学习光碟呢，好，你把它放在，把它载入到我们的硬碟里面，就可以跟着演练。好，那这个是老师再三呼吁的，因为我们这个课程一定要不断的练习才能达到我们学习的效果。好，那这个课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次再会。